妞妞带回来。大哥，小子和妞妞非亲非故啊。你不是说他是你的童养媳吗？你还千方百计把他从牢里弄出来，要不然朱慧儿也不会在引渡的那天行刺你二哥。杨刚，让我问候你。他是没有后顾之忧，才会英勇果断、一往无前的。小四把妞妞救出来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只想保妞妞一条性命。那送去贵家呢？也是以你童养媳的身份吗？那是因为我怕贵家不肯养，你也知道的，小子素来漂泊惯了。是，贵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肯养，又怎么肯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童养媳呢？他是共党遗孤，收养的就是养虎遗患。大哥，妞妞还是个孩子啊。谁不是从小孩过来的？你小时候还经常在哥哥的比床宴桌前嬉戏玩耍，而现在呢，一晚上就能杀了三个侦缉处的情报人员。你把妞妞带回来，只要你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，大哥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人碰那个小孩一根指头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参与你的行动。你要是不参与的话，大哥就失去了所有的优势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等了三年，好不容易换来一个一战成名的机会，我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小子，做事情要懂得善始善终。不行。妞妞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大哥，你可以把我铐起来，只要我说了半句假话，你立马就杀了我。哎呀，大哥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不去会显得心虚，也可能造成更无法挽回的局面呢。我知道大哥什么意思了。但是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妞妞自从进了贵家，贵义就对她视若珍宝。小子就算去抢，也不一定抢得到啊。大战在即，这个时候应该以稳当为先。若是小子有什么异动的话，贵义一定会察觉到的。他要是怀疑我叛变了，他一定会修改他的计划。大哥，得不偿失啊。小子啊，小子。你刚才这番话很有说服力，大哥差点就相信了。我是不想破坏大哥的行动，而且这么做真的挺没人性的。坦白说，是的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字典里早已没有人性二字。再说，这么做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。解决什么？解决我们之间的绝对信任。你就这么做，你用说服我的理由去说服贵义，反正他原本也是派你来给我送假情报。他低估了我的力量，高估了你的意志。现在你迷途知返，索性就彻彻底底跟贵家做个了断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这么跟贵义说，让他把妞妞交给我，就能彻底洗清他的嫌疑，我也能彻底相信他送来的假情报，让贵义不要因为一个小姑娘
而破坏了返航的大计，桂一一定会相信的。 小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哥这些年是活得越来越谨慎，越来越小心翼翼了。我在无数的陷阱边游走，不知道哪些陷阱是敌人的，哪些陷阱是自己人的。死亡总能让人清醒。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直觉。 都快练得走火入魔了，把孩子带回来吧。如果桂义真是地下党，为了他组织的安全，他也会相信你的方案，把孩子交给你的。明天我会派狙击手跟着你，千万别让大哥失望。 如果你没有把孩子带出来，先吃吧。 去仙乐斯了，他跳舞去了。是啊，他买了一叠舞票，买谁？好像是那个舞厅的头牌。对对，倩倩小姐，实在不行你就回家休息吧，别跳了。不行啊，我今天卖了30多张舞票呢。都是我买的，回去吧。
你找谁呀？干嘛呢？哎，你找谁呀？ 如果资历平时一个人出来的话，予以击毙。是。妞妞，妞妞，妞妞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信箱里有我的信吗？啊，没有。英俊这么早就回房间了。董小姐去夜市买了几条金鱼，顺势逗妞妞开心开心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是。
哥，你打伤小子少爷干嘛呀？看见那个开车的司机了吗？陈玄玉，聪明。谁？得让他挂点彩。哦。谁的命令？说。何不说？别杀我！是子科长。李副官，到！今晚带上人，带上枪，带上这个证据，去侦缉处。去！敢动我妞妞是吗？你们两个往死里打！是。大伙处理一下。是，军哥。就要去侦缉处，你得在陈轩有点安全。我今晚要拿到阎刚案所有的档案原始资料。先在这儿待一会儿，小子哥马上就过来，好吗？乖。小子，小子，你手上的伤要紧吗？没事儿，轻伤。谢了，婶子。这一家人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对了，这个是苏州商务会馆的地址。你去找明堂董事长，然后找一个地方躲几天，千万别被人给逮着了。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谁敢逮我呀？别逗了，婶子。嗯。要是这一次我有去无回的话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怎么敢在我的面前说这样的混账话？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，啊？谁给我养老送终啊？可别忘了，你是在我家阁楼上出生的。你出生的时候光着屁股，什么都没穿，是我用我最宝贵的披肩把你给包裹住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一定回来，行吗？这一件事儿你能说一辈子？不应该吗？小子，你可给我听好了，你看着我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挣钱。好好给我养老，记住没有？听到了，婶子。自己要多加小心。知道了。把枪给我，以防万一。先和婶子去别的地方待几天，要勇敢，不要害怕，知道吗？真乖。时间不多了，我要带她走了。妞妞乖，坐好。妞妞坐好。你自己小心。行动。是。
做决定以前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，大哥？你是在质疑我的计划吗？你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听一下我的意见，而不是一上来就自作主张发号施令？我才是侦缉出二科的科长，下达命令的是我，而不是你。还没升官呢，就长脾气了。你明明知道那个小女孩现在是贵家的掌上明珠，你去绑架她。 你不是明摆着向桂一挑衅吗？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眼看着就要有大动作了，弄这么一出扫兴的戏，打草惊蛇呀！我的哥哥，得不偿失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绝对的控制权罢了。 枪都端起来！动作可真快，御驾亲征。我先下去看一下。 枪都给我端起来！规矩们，深夜拜访。司科长，司科长，救救我！司科长，司科长，救我呀！司科长，规矩们，我们今晚都站在这儿，是有道理的。 对吧，规矩们？你在说些什么？子某实在是听不明白。我不知道我的属下做了什么样的错事，军门如此的大动干戈。司令，背后有高人指点了，你倒不如把你科长这个位置让出来，省得你尸位素餐，做人傀儡。规矩们。 有事就说事，犯得着这么指桑骂槐吗？你倒很懂得火力压制嘛，啊？可你偏偏不懂得什么叫不在其位、不谋其政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杀人犯，在侦缉处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比肩齐声。人要脸，树要皮，一个男人拿孩子当武器，那就。 不是人了，规矩们，把我妞妞还给我，否则今晚我踏平你侦缉处。来人，把这两个私闯我官邸的侦缉处特务。
就地正法。是，别动！小心枪走火！别动！军门，军门，你也息怒！军门，我的手下奉命监视官邸，只在调查燕刚一案，并无袭击之意。归军门，不要滥杀无辜。 家里丢了孩子，孩子是什么？是一个家庭的命。滥杀无辜，你也配？那么到底是谁带走了妞妞呢？资立平，说得好啊，桂军门。实际上，这个妞妞是我们资家的，不是吗？军门是不是有点？ 过分热情了呀！妞妞的事不是甄姬处和君切斯的问题，也不是你跟我的问题，而是资家和贵家的问题。童养媳的契约上，买主写的是资立平，小资是我们资家的，那么妞妞自然也是资家的。小资带走了妞妞，合理合法，不是吗？资立平不是被你们资家革除户籍了吗？ 资家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？君门是有所误会了吧？我们资家并没有革除资立平，只是兄弟们分家，老户籍上只有设地资立安，因为他继承了老宅，而我和小弟是各自立了门户而已。小资，他是你们贵家的妻儿，这说起来，倒是你们贵家的出尔反尔。 你有所不知吧，妞妞已经被我们贵家领养了。是军门有所不知，如果你们要收养，也得走法律程序。首先，要让我们资家同意。什么？你跟老子谈法律？老子就是法律！司科长，救救我，司科长！ 有准备，晴带雨伞，宝带干粮，箱子藏哪儿最合适？至少保证今天不会发现。有个储藏室，平时没人去。贵军门答应我的东西呢？资立群的死刑判决书伪造了，真的已经被资立安销毁了。 我说他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。资立平私闯我官邸，掳走我小妹，你在这儿暴毙罪犯，以卑劣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贵军们连自己的官邸都保护不了，还如何保护上海的百姓？哦，贵军们的官邸受到袭击，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我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，一样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。这也难怪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。可是资先生，你懂不懂得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？说得好，乱世求生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人是有底线的，一个底线失守、践踏正义的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种威胁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通牒。就是为了你小妹吗？如果没有我小妹，你一辈子不可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。因为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杀人犯而已。如果是，那么杀人犯的时代就要到了。你这话最好也让潘司令听听，听听你资立群这种高论。时间不多了，赶紧走。长官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要屈居人下呢？第一，我不是什么长官。第二，我没有屈人之下，贵军门是我哥。第三，苏小姐，你刚刚活过来，不需要我提醒你吧？千万不要嫌自己命长，下不为例。侦缉处相对于警备司令部，在查共谍案上是相对独立的，更何况你们军械司呢？听你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侦缉处已经不归警备司令部管辖了呗？这个司令安也不用听潘司令的命令了。堂堂的一个侦缉处被你们资家兄弟搞成了一言堂，我问你，哪一条哪一款上这么说了？抓捕共谍是总裁的指示，难道要国防部一条条一款款写给你看吗？好啊，明天我就向潘司令报告，你们侦缉处无故袭击军政要员官邸，掳走我小妹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资家兄弟究竟怎么个一手遮天法。好，那么就明天见吧。报告。报告军门，江参谋长要求你立即返回军功署。混账！谁让你告诉江参谋长的？啊！军门慢走。再会。大哥。